钟先生，我怀疑这吴建飞有问题。吴建飞，你认识他？哦，我也是刚刚认识。他是我妹妹的小学同学，我觉得这个人倒是挺热心的，也很讲情义。此话由何而来啊？我妹妹在德美医院做腿部的手术，全靠他帮忙得到医院的一笔慈善基金，所以我妹妹在住院期间的费用是免费的。 德美医院，那不是德国人开的医院吗？有这种事？当然，不然那么昂贵的费用，我负担不起。爸，你们又在谈什么事啊？我想找伟康。你有什么事啊？我跟妈妈说了，伟康的妹妹伟云，她的腿刚刚好，我想给她开一个庆祝派对。大小姐，我想就不必了吧。 都同意了，说让我找伟康出去商量一下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回头我叫伟康找你去。好吧，伟康，那你快点啊！钟先生，我不想。伟康，我倒希望凯越多结交一些像你妹妹这样的女孩子，她原先的那些狐朋狗友啊，只会把她带坏。我这没什么事了，伟康，你去吧。 老陈，我觉得这个吴建飞有问题。我先去查一查，看看德美医院免费治疗的事究竟有没有。我想这根本是不可能的。如果这笔药费全部由吴建飞出的，那么这么一大笔资金的来源，肯定就有问题。你调查一下也好，不过要小心一点。建飞这孩子。 我一直对他很信任，我真不希望他会犯这种错误。钟先生，刚才伟康在这儿，我没法说。我已经跟江北帮在上海的郑大头见了面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，关于阿勇的死，南京总帮主张焕的意思是息事宁人，他们会照道上的规矩办。这主要是怕惊动警方。至于阿勇死的这口气。 他说他们咽不下去，他们难道还要对我动手？我看这个张焕，什么事都办得出来，我估计他们不会就此罢手的。在南京住院的这段日子，我也想明白了。以前我总是躲着江北帮，现在看来躲是躲不过的。你越躲，他们越缠着你不放。这次我得主动出击。 我不能坐着等着他们来找我的麻烦，钟先生，那您想怎么办？等我把生意上的事整理的差不多了，再去一趟南京，跟那个张焕了断，就此把这个结给他了了。20年了，没想到这个结是越结越深。老陈，在去南京之前啊。 我想叫你先去南京找一下谭老板。谭老板，我们跟他可有很多年没有来往了。看在我父亲和他的交情上，他会帮忙的。谭老板在南京黑白两道都有路子，不管是警局还是黑帮，没有人不买他的账。那太好了，我这几天就去。先不急，具体的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再说。到时候，你带一封我的亲笔信去。好。 太好了，是该让张焕这帮人看看，我们在南京也是有势力的。伟康，凯越是听说你妹妹的腿康复了，可以不用拐杖了，很为你妹妹高兴，所以才会想在雅福饭店办个庆祝派对。谢谢钟太太关心，我想还是不必了。我妹妹实在不喜欢这种场合。凯越，既然伟康这样说的话。 我想派对的事情就先放一放吧。你本来就是为了让伟云高兴，如果反而弄得他难受，妈，你听他胡说呢。云云才不像是他那么古板的人呢，我就不相信他会不高兴。我自己找他说去。请大小姐不要打搅我妹妹。妈，我觉得爸爸这次出车祸的事，你应该处罚伟康。为什么？
因为他没有保护好爸爸呀，这个叫做工作上的疏忽大意。维康，你给我听好，从今以后我会一直监督你的工作。你知道影子是什么样吗？我就会像影子一样，天天跟着你。少奶奶，外面何小姐要见孙少爷，可孙少爷一早就出去了，他说见您也行，请他进来。好的。妈，你看，这个何雨晴跟哥以前的女朋友有什么不一样？要是哥不理他们，就跑到家里来告状。少奶奶，何小姐来了。钟太太，何小姐，请坐。谢谢，不用了，我收完就走。钟太太，麻烦你把这聘书和钥匙还给钟少爷。凯强要聘请你做这家钢琴酒吧的副总经理。是。那哥一定就是总经理了。哥现在追女孩子出手越来越大了吗？我已经当面拒绝他了，可是今天早上起来发现这张聘书和钥匙出现在我的信箱里，我今天来就是要把这个还给他。钟太太，麻烦你替我转达谢意，还有也麻烦你告诉他不要再白费力气了，他为我做的任何安排我都不会接受。打扰了，各位再见。钟太太，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维康告辞了。我看这个何小姐，跟凯强以前的女朋友不太一样。等一下。那天我只是针对欺骗云云的钟凯强，如果对你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，请原谅。钟凯强那天确实是为了安排我去那家钢琴酒吧，才耽误跟云云的约会。这件事情我已经向云云解释过了。谢谢。我追出来是想告诉你，不管你是在夜总会上班，还是你已经接受了钟凯强的那份聘书，都值得我尊重。你应该值得任何人尊重。谢谢，这话对我来说是很好的鼓励。你这样了解我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希望我们两个往后能够成为互相信任和鼓励的朋友。对，相互信任鼓励的朋友。我差点就忘了，我这个杀人凶手的女儿怎么可以当你的朋友。对不起，是现在的我不配做你的朋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配？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伟康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说上天让我们两个相遇，并不是要我们彼此仇恨。我相信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份感情，如果你也有勇气接受这份感情，你就不应该再隐瞒我。也许老天爷不应该安排我们两个人相遇，别再对现在的我说这样的话，我不配抓住这份感情。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没什么难言之隐。你这样拒绝我帮你，你跟人还要苦撑多久？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现在的我只要不拖累别人，对我来说就够了。再见，何雨晴小姐。也许有人能帮你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像拒绝我一样拒绝别人。再见。再见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哦，对了，你一定看过我的名片了，要不然怎么可能答应见我呢？我不认识你，干嘛要见我？
坐了20多年的牢，你当然没有机会认识我了。就连这一次，我也连续申请10几次之后，你才肯见我，不是吗？啊？你有什么话就说，别拐弯抹角。哼，董明先生，你应该很快刑满出狱了吧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哼，你一出去，外面的社会现实冷酷，你难道不想一出去就得到最好的照顾吗？我看我应该回牢房去了。一个因为感情受挫而杀人的人，坐了20多年的牢的人还那么心急啊？好，我有话就直说了。我这里有笔生意，咱们可以合作。只要事成之后各得一半的利益，我包管你后半辈子吃香的喝辣的。啊，你不会是有病吧？你跟一个在这个监狱里住了20几年与世隔绝的人谈生意？哼，你并没有与世隔绝，你跟一个人的关系始终没有断呢。那好，只要你肯说出你跟他的一切，当然了，如果你有什么隐衷的话，其实没有什么顾虑了，因为何有顺已经死了。你这个混蛋，你还算是人吗？抓住他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下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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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董斌，你干什么？还有几天你就可以出去了，你现在闹事会加刑的。你们玩，我就不打搅你们了。董先生，咱们以后再联络了。董斌，你不能老是这样。想要与世隔绝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今天早上，那位小姐又打电话来问你出狱的日子，我想她和你的关系不一般吧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哥，你回来了。伯母，你看绿豆汤还可以吗？谁在厨房？你大概听出来了吧，不止我跟妈妈两个人在厨房呢。伯母，你说我煮的绿豆汤是不是像我一样甜？是啊，甜的有点腻人吧。你最好不要惹我妈烦。没有，钟小姐怎么会惹我烦呢？她很可爱的。伯母，我都这样子叫你了，你还叫我什么小姐啊？可是该那么叫我的人从来没有把我当大小姐看过。不错，我替你爸爸做事儿，人前人后是该尊称你一声大小姐，即使在我家里。钟大小姐，满意了吧？哥，你看人家凯月哪有一点千金大小姐的样子啊？是啊，凯月小姐到我们家来啊，看我在厨房里做绿豆汤啊，就赶快去帮忙了。好了，你们在这儿好好聊一会儿，我到厨房再去看一下。大小姐到我家来，不会只是帮我妈做绿豆汤吧？我是来请云云这个周末到我家来参加聚会的。不是讲好没有什么聚会吗？我已经尊重你的意思了，不在饭店搞，但是一定要在家里办一个小型的聚会，而且你也一定要来。我没时间参加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来邀请你的，我是来命令你以舞伴的身份保护我。大小姐，即使我不得不接受你的命令，但是我妹妹会听我的。云云不去。云云的邀请可不是我下的，是我的哥哥为了补偿云云，说上次耽误了和云云约定的时间，这次一定要云云去做他的舞伴。云云，你愿意接受我哥的邀请吗？
我的腿才刚刚恢复，跳舞恐怕不太方便。好了，我妹妹已经拒绝了。云云，你的腿不是已经完全好了吗？你只要有自信心就行。而且为了这次聚会，我真的花了不少心思呢。伟康，你看看云云，不知道有多想参加呢。你这个做哥哥的，就这么忍心看妹妹失望啊？你们中介真是厉害呀，多情多金，谁都无法抗拒。阿康啊，钟小姐的家人都很和气的，你怎么能这么跟她说话呢？钟老板也对你挺好的，你在他那儿做事可要卖命啊。伟康可是个卖命高手，只要枪在他手上，他不让对方送命才不罢手呢。你胡说什么？什么枪？妈，那个他其实就吓唬你呢。我其实在钟先生做的就是一些……他其实是我爸爸的私人助理，所以我经常跟他开玩笑，说他是我爸的带枪保镖。伯母，你别生气，是我说错话。待会儿我们一块儿喝绿豆汤，就算我给您赔礼道歉了，好不好？妈，他就是吓唬你，逗你玩了吗？我在钟先生那儿做的呀，是私人助理，帮钟先生处理一些文件。你先喝碗绿豆汤好不好吗？我去盛绿豆汤。谢谢你。谢我做的汤，你不是说甜得腻人吗？谢谢你一直腻着我妈，让我妈很高兴。还有谢谢你替我掩饰。总之，我欠你一次。我从来不让别人欠我什么的。我现在就要你还。哎呀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别这样，大小姐，在这亲热呢。不打扰你们了啊，大少爷。各位早。伟康，爸爸正在等你呢，他有话跟你说。爸，快说呀。伟康，听说你妹妹去年考上大学了，后来因为腿伤停学了。凯月说想请你妹妹来做她的家庭教师。哼，这孩子前几年在国外不知道稀里糊涂学了些什么。明年准备考圣约翰大学，让你妹妹辅导辅导她，你看看行吗？钟先生的意思是让我妹妹做大小姐的家庭教师。爸爸还忘了告诉你，我会给云云最高的薪水。不好意思，钟先生，我妹妹身体不好。啊，这个没有问题啊，我知道云云的腿刚好，我可以叫司机每天去接她。而且我也跟云云商量过了，她很乐意接受我这个聪明的学生。是啊，伟康，凯月真的很喜欢你妹妹，为了夸奖她，把所有的形容词都用完了。妈，我的中文还不够好，我还可以用英文呢。 She's good, She's great, She's perfect。 这是说谁呢？啊，谁能这么有能耐，能让我们的公主陛下如此夸赞啊？大少爷，云云呢？哎，哥，你快帮我作证，你说云云是不是特别有资格做我的家庭教师？当然了，云云不但可以当她家庭教师，而且啊，还可以教你如何当一个淑女。凯强，你这么夸她，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女孩哦。奶奶，你要是看到她，你一定会喜欢她，因为她可以让你想起一个你最喜欢的人。她长得很像我妈年轻的时候。是吗？啊，好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不吃早饭了吗？啊，不吃了。我呢，今天要帮朋友找一个开服装店的地点，今天可能回来晚一点，您别等我了。哎，开服装店？不是开钢琴酒吧吗？奶奶，那个钢琴酒吧的计划大家都不同意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不过你放心，
这个服装店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哎，哥，你千万不要忘了明天晚上的舞会啊！我都替你安排好了。好。维康，你跟我到书房来一下。是。我一定要帮云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明天晚上让她出现在哥哥和每一个人面前的时候，他们都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凯月，你哥真的那么喜欢那个女孩吗？当然了，刚才他自己都承认了。欢迎光临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以后你不用送我回家。我打扰到你了吗？我没有进去摆阔，也没有烦你，只是把对你的关心放在心里面。如果这样还是打扰到你的话，我很抱歉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说你不喜欢这里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你何必勉强自己来受这份罪呢？你真的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话？我曾经说过，我是讨厌夜总会，但是我并不讨厌在他门口等我想见的人。现在我等到你了，那么请上车吧，我送你去你老师那儿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老师那儿？因为我有做侦探的天分啊，我知道你每天在这儿唱完歌以后，还要去一个服装设计的老师那儿学上两个小时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是啊，我现在在学习设计和制作服装，我希望有一天能变成你婶婶那样，成为一个新的何雨清。你婶婶曾经跟我说过，她说她现在的一切就是努力学习而得来的。我婶婶一定看出来了，你也一定会变成一个和她一样成功的女人，你相信吗？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就觉得你们俩在某些地方确实是很相似。等将来啊，等将来我再开一家服装公司，然后呢，聘请你当我的设计师。如果你的设计不合我的意的话呢，我就扣你的薪水。你是不是想说这个？哼，你居然猜到了我想说什么。相处得很好吗？你为什么非拿礼物或是金钱来破坏这种和谐的气氛呢？你先看看再下定论吧。哎，试一下吧。啊，很漂亮，一副有色眼镜，雨晴，你不觉得你平时就带着它看我吗？现在摘掉了，你现在看到的才是真实的我。雨晴，如果你早一天摘下有色眼镜的话，其实你会发现，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像今天一样融洽。我只想抱住你，想关心你。如果关心你也会变成我们之间障碍的话，我真的没什么可说了。雨晴，我希望你早点了解我，认识我。不要像讨厌我的钱那样讨厌我好吗？我从来就没有讨厌过你。其实上次你答应我去南京调查伟康的事情，我就知道无论是对你叔叔、对我，甚至对伟康，你都是有一份真心的。只不过你的外表常常被人误会，让人觉得你很不认真。怎么样，现在你还会觉得我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你吗？现在你换了一副透视眼镜，把真正的我都看透了。好了，快点走吧，我跟老师约好的，千万别迟到了。嗯，好。对了，雨晴，明天晚上7点，我可以来接你吗？又有什么事情啊？凯月在我们家办一个小型的舞会，我想邀请你做我的舞伴。因为什么办的舞会？谁知道，他这个人呢，办事是没有理由的，也许心血来潮吧。这次我要动用一笔现金，才发现原来我们公司银根那么紧。银行方面送来的报表，库存现金几乎都被提完了。我盘算着
我们公司这半年以来不至于这么差。总经理，您的意思是让我查一查银行方面的账？嗯，对。但是希望不是接受总经理的命令，而是一个伯伯对你的请求。您放心，我会做得很小心，不会让任何人察觉的。嗯，小凤，实话告诉你，公司现在很困难。我本来想把百货公司扩大经营，来弥补我们在建筑和进出口方面的损失。因为这两年，这方面的亏损太大了，光靠百货公司的一点利润再撑着，那可不行。没有资金可以流动嘛，只能看着公司一步一步的亏损下去。我理解你的难处，我去帮你找找看漏洞在哪里。好。银玉，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，不过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我再拿条项链给你吧。哎，不用了，别搞得太郑重其事了。怎么可以不郑重其事呢？今天当哥哥看见你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让他死心塌地地爱上你。不会的，我根本就配不上他。云云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才行啊。在我眼里，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事，只有你自己不敢做的事。而且我可以偷偷地告诉你，其实我最了解我哥哥了。他这个人啊，你别看他表面是那样子，他其实最富有同情心，而且最有爱心，还是很热情的那种男人。我还听过他跟别人说起你的时候，说你是那种人见人爱的女孩子。所以你就放心吧，待一会儿他来了，他要是看见你直勾勾的，你就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了。云云，你今天真的很漂亮，我都妒忌了，我可从来都没有把风头让给别人过。凯月，你对我真的太好了，谁让我喜欢你呢？我希望啊，你能跟我一样快乐。请进。伟康，你看云云今天漂不漂亮？我说，你们伟家是不是有什么规矩啊？你做哥哥的一定要欺负妹妹吗？刚才云云高高兴兴的，怎么你一来连笑都不会了？凯月，伟康，向我学习学习，天天都让云云高高兴兴的多好。哥哥想告诉你，哥哥从来也没有看到过你像今天晚上这么漂亮。哥哥祝愿你今天晚上玩得高兴。哥，我的腿才恢复，刚开始离开拐杖还真有点不习惯呢。你说我能跳舞吗？当然能了。云云，你要是腿疼的话，我就让哥哥请你跳慢舞，什么都别担心了啊。而且我能保证，你今天一定是这个舞会上最最漂亮的公主。大小姐今天晚上也很漂亮。哎，伟康，我哥呢？他怎么不来接云云呢？一直都没有看见他出现，不会他今天晚上又不来吧？当然不会了，哥哥答应我了，你放心吧。一会儿啊，你就等着，看哥哥是怎么接受我给他准备的惊喜的。咱们下去吧。哥，哥哥对你有信心，今天晚上我妹妹会应付得非常好，对吧？好紧张，好紧张！那几个年轻人都是我哥的好朋友，奶奶和我爸他们，你更不用害怕了。舞会一开始，他们就会落荒而逃，把地盘啊让给我们年轻人的。好，不用怕。钟老太太、钟先生、钟太太，这位是我妹妹伟云。奶奶，这就是云云。妈，她就是今天凯强的舞伴。来。你就是云云，凯月，这回没说大话，真的很讨人喜欢。奶奶，之前你还不相信我呢。好，好，好。奶奶，我来介绍一下我今晚的舞伴何雨晴小姐。
舞会就要开始了，阿迪亚，你请何小姐跳个舞啊。啊，何小姐，请。各位请，请。凯强，快请你的舞伴跳舞。云云，请你跳支舞。你请我跳支舞吧。哦，大小姐，我不会。可以学的嘛，来。好了，好了。预备，开始。妈，让他们年轻人去玩吧，我扶您去休息。哎，也好。我今天真的不知道你要来，不怪你，也不怪凯约的安排，是我让大家难堪了。你别这么说，你腿刚好，跳舞行吗？是，我是自不量力，像我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应该来这儿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对不起。我有点不舒服，想上楼拿东西先走了。云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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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云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你没事吧？你看，我告诉你，我出来是跟你解释的，不是跟你打架。跟我妹妹解释去。我会向云云解释的。今天晚上的一切安排我并不知情，凯月跟我说过要有惊喜送给我，但我实在没有想到他指的是云云。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误会，是凯月热心过头了。不要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凯月身上。朱凯强，误会你对我妹妹有好感的人不止凯月一个，还有我，都以为你对我妹妹是真心的。如果你不喜欢他，你不爱他，你就应该告诉他实话。你以为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我只能告诉你，这真的只是误会。这就是你先把快乐当成礼物送给女孩子，施舍你的热情，然后你再收回来，告诉她对不起，这不是我的本意。钟凯强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准你欺负我妹妹。如果你不爱她，你就应该告诉他，你不应该把你的感情滥用在我妹妹身上。你以为我没有试着想告诉他吗？我对他的关心和喜爱，那都不是爱情。可我不忍心伤害云云。钟凯强，我告诉你，我妹妹没有你的爱不会死。你现在去，当着所有客人的面告诉他你不爱我妹妹。你现在去，去，跟他说清楚。你去，别碰我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再动手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钟凯强。我恨不得杀了你，钟凯强！如果你不爱我妹妹，心里边没有她，你就应该告诉她，你应该阻止她爱你。够了，伟康！难道男和女之间只能有爱情吗？我同情你妹妹，想让她快乐，这难道也有错吗？好，你希望我跟她说是不是？我现在我就去说。钟凯强。对不起，你现在先别说。你要是现在跟我妹妹说了，就等于杀了她。现在别说行吗？现在别说。
哥，伟康，你们怎么了？云，伟康没有错，其实我早应该告诉你。好了，凯强，我倒想听听你的解释。云云，是哥哥不对，哥哥不好，哥哥刚才不分青红皂白就和钟凯强动手。哥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哥哥原来以为别人会在意你受伤的腿，对你不是真心的好，所以我就误会钟凯强也不是对你真心的好。其实哥哥就想着……其实我哥哥他没有这个意思。云云，我刚才已经跟云云解释过了，今天的事都是我一手操办的。哥哥他之前并不知道云云要来，是我想把云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给哥哥一个惊喜。啊，对，刚才钟凯强已经向哥哥解释过了，他对今天这个舞会是精心准备的，他本来想通知你来，可是又怕难为情，所以改邀了何小姐。是真的？是的。对吧，钟凯强？云，我本以为你不会来舞会，我要知道你愿意来，我就不会邀请别的女孩子。我向你道歉，是我辜负了你这身美丽的打扮。你不要忘了，今天为你庄重打扮的不止我一个人。你既然邀请了何小姐，又怎么能把她一个人扔在客厅里？云云说的对，你应该留下来陪何小姐。云云，现在时候也不早了，跟哥哥先回家好不好？谢谢你，我不会忘了今天晚上你为我做的一切。云云，我们是好朋友，说那么多干嘛呀？哥，那我们也先回去吧，让客人等着可不好。走，跟哥回家了。哥，走吧。云云，你来干什么？你应该回客厅去跳舞，因为你才是今晚凯强特意邀请的舞伴。云云，你误会我了。凯强确实不知道我今天要来，但是你是清楚的。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别骗我了，我今天中午给你家打了个电话，是你弟弟接的。宇豪，我让他转告了，我和哥哥今天要来钟家参加聚会，我妈妈有点感冒，如果你有空的话就帮忙照顾一下。这个宇豪，他没有跟我说过你打过电话来。你不要再装了，前几天我约凯强吃饭也是你故意拖住他，今天你知道我要来，你又跑到这儿来大献你的舞姿，让我觉得难堪。你明明知道我对凯强的感情。云云，你真的行了，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不想听你的解释，你还是回客厅去当你的舞会皇后吧。哥，我们走。云云，可能你误会何小姐了。我不用你替她说话。云云，是个误会。云云，云云啊，青青打电话来找你了。我不想接。青青啊，哎呀，这个云云呢还在生气呢，她不愿意来接你的电话。哦，不用了，你今天就不用过来了。你昨天来的时候啊，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啊，不是不愿意见你吗？这样吧，回头啊，我再去劝劝她吧。哦，我挺好的，我的身体好多了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啊，那你就先忙你的去吧。云云啊，云云，你一向都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怎么在这件事上犯糊涂呢？你想想看，青青对我们有多好啊。就是因为这样，
我心里才更不痛快。我把所有的知心话都告诉他了，他怎么可以反过来捉弄我呢？这里边啊，一定是有误会。青青不是一直在说吗？他弟弟啊，没有把你打电话的事情啊告诉他。我才不信呢。你不相信啊？你可以去核实一下吗？我怎么核实啊？去问问他弟弟就行了吗？他弟弟肯定会帮着他说好话的。你怎么那么傻呢？你就看不出来他是不是在说假话呢？那我应该怎么去呢？我也不知道他们家地址啊。打个电话到他们家去问一下就知道了呀。万一雨晴姐在家怎么办？多尴尬啊。她不在家，她出去了，她还说要到我们家来看你呢，被我劝住了。妈，其实我也特别怕失去雨晴姐这个朋友，如果我是真的误会了她，那我一定向她道歉去。所以说嘛，有什么事啊问问清楚就可以了，你只要把误会解开了不就行了吗？嗯，好了，去打个电话吧。啊，嗯。谁呀？你是？我是刚才打电话问地址的人。哦，韦小姐是吧？请进请进。哎呀，韦小姐，因为你这电话的事，我姐差点把我给打死。哎，快请进啊，随便坐啊，我给你倒茶。我姐因为生我气啊，已经好几天没理我了。我这人就是没脑子，所以请你一定要原谅我啊。敲打我窗。